不关咱们的事啊，这个事我，因为如果他愿意给我，然后我还陪他闹啊，还把他闹毙了，那样子的话，那就怪我了，是他自己一直拖来拖去才会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不卡就行了。来，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。你们先把王菲把这个点赞点上去，然后没有分享直播的，把王菲把直播分享一波。咱们昨天有7000个人约好了，今天那个直播不见不散，但是现在只来了5500个人，剩下的人没有来了，没事，没事，由直播间家人们跟我作证啊。我们先不说别的，我们先去看他是真躺下了还是假躺下了？是真的还是装的？咱们过去看一下先。没有，我们先过去看一下。然后把他拉去鉴定。去看一下，然后把他拉去鉴定，是不是我遗弃的？就算是我遗弃的，我也不管，因为啊，就算是我遗弃的，那也是他不帮我的，给我才会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你老杨这年纪这么大了，现在毙了，反而赖上我们，找上我们了，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人，真的。你别整口口声声我赖上你们了，老杨明明好好的，那只是就是一个老年病而已。老年病？那不要你们这对。人家昨天那个老朱医都说了，他的那个毛病都是他自己的老毛病，不是我们遗弃的。直播家人们啊，你们昨天听到了的啊，顾不上打两个字听到了，没事没事，就这个就行。直播间家人们啊，你们昨天听到了的啊，郭北上啊，打个一出来，是他啊自己的老毛病，而且啊，我也不相信他啊，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都是好好的，今天怎么就躺下了呢？真的是太搞笑了，都听到了是不是？啊，没事，家人们啊，那个杨夫人啊，我直播间有啊5000多个人啊，本来是有7000多个人，他们。都听到了的，但是现在今天啊，现在我直播间现在才只有来那个5600多个人啊，还有1000多个人没有来，要不然他们7000多个人都听到了。你那个老杨是他自己本来就有的老毛病，不是我们遗弃的，所以你在我这里乱说这些没用的，真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话题可别这么乱说，知道不能，咱话不可能随便这么说。那你们不仅比我家老杨能这样吗？咱就说。那你们直接给，直接给，把我们的给了啊，那就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吗？咱们这个搁到哪里去说都没事。我们说没说让你缓一缓，缓一缓。缓不了，为什么要缓呢？之前肯定就给你了，你们偏不信，偏要等，偏要那啥呢？我就这么跟你说啊。那哪有这么步步紧逼的啊？步步紧逼啊！这是不是你们该给我的吗？是。对，我承认是我们是该给你这份钱，我们也没说不给你，欠条也打了，保证书是不是也写了？那还想怎么的呀？那为什么一直不给呢？那不都答应给？现在老杨不出现这种状况了吗？那你还要我怎么的？现在我该找你了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我管你必不必，今天必须给我。哎，你，我领你去看这老杨啥样啊？可以，来，你看看老杨到底是啥样。哦，我们去看。然后咱们。我告诉你，那个欠条和保证书如果不给我，咱们就走正常的程序。走正常程序就走正常程序，没事。走什么程序我们也不怕你们，只是我们不想走正常程序太慢了，懒得走而已。那老杨，你也知道我们家现在买卖做成啥样啊？你说他倒下了，我们家还能赚得起来了吗？啊？那个是你们家的事情啊，我们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，管不了你们家。是我们家事啊，所以我来找你了呀。我还不去找你们，你们反而来找我，哎呀！
简直有点搞笑。叫什么啊？那差钱的人来来找。现在这个社会啊，真的是无赖的人太多了。哎，像以前一样真诚善良的人很少很少了，真的。不咋的，我们就不真诚就不善啊？那人躺那儿了，怎么的？那就完事儿了就、啊。这一路、啊、这一路上，我真的啊，看透了很多人，成长了很多。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咱们没有分享直播的，把直播分享一下。我希望咱们直播间7000多个家人们都在咱们直播间，好不好？7000个家人们都。都在咱们直播间，一会儿一起去看一下他老杨是怎么装逼的。王菲，还怎么？我们可以把他拉到，没事，去看看嘛。啊，可以。哎，那个一下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那假的打的，他装的。还有，他们就啊，杨夫人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，啊，我们现在过去看的话，我们是想去看你们到底是怎么装的，啊。然后我再告诉你，就算你们是不装啊，你们是真的逼倒了，那也不关我们的事啊、该给我们的还是要给啊、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拿到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。你说的可真清楚，你看看那人躺的是啥样吧，来啊、你看看去。碰瓷呢？碰什么瓷啊？碰瓷啊？那本来身体就不怎么好，让你的那一气啊、一桌一闹，那你说高一个好人他也不受不了啊。王菲，早点把钱给了哪里？那个有个家人从头带来，从头再来的一个家人说，王菲，你把他女儿娶了，钱拿到了再离婚，这样子不好，没必要，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到时候我成什么人了？对，不能这样。咱们该是什么样就怎么样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到时候跟他们有什么区别，都不成一样的人了。他们说病倒躺在那个老朱医那里了。来，咱们6000多个家人们啊，一会儿你们帮我坐这啊。昨天啊、咱们直播间7000多个家人们都已经啊。都已经听到那个老朱一说了，他那个是自己的老毛病，找小三找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觉得是这样子的。找小三找多了。你老杨、啊，你老杨，但凡身上有任何一点问题，他就是找小三找多了。我们直播间家人们都知道你老杨找小三是什么样子的。其实杨夫人啊，有时候你不要为难我，你赶紧把我的事情解决了。然后都看住一下你的老公，他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。那才是啊！我知道，虽然你们是一家人啊，说一家子的话啊，站一边啊，一致对外对我这个外人，但是啊，你还是听我一句劝，你老公啊，他眼里真的没有你，他只有他那个小女朋友，他那个小女朋友才20多岁，你看你都成啥样了，你能跟人家比吗？我不是挑拨离间，我这是为你好。对，那男人谁不在外面逢场作戏呀？啊，行，我知道你大度啊，但我希望啊，你们家不要搞到最后支离破碎的。直播间家人们啊，这几天一直说的，我现在我也受不住了，累啊，好累啊。本来还想着啊，今天高高兴兴的啊，把他们给我的那150个拿了，我就先回去了啊，先回去把那个等着他中秋之前把后面那250个给我就行了，这个事情咱们也不吵了。我答应直播间家人们的啊，拿100个给大家的也要给。本来高高兴兴这样子打算的，谁知道啊，他们回去了，他们昨天回去了，又商量了一个又商量了一个计策计谋，老谋深算的一个计谋出来啊，说是老杨被我整逼倒了啊，还要让我负责。哎呦，这干啥呢？那啥子？我说实话，真的。对，哎，那个，我现在直播间有人打字，我才看到啊。
你你老杨给你那个他的那个小撒买的都是白痴。你看你们对我这个受害者就这么抠抠搜搜的，你这样子是不对的，家那个杨夫人。你有啥证据啊？说他买奔驰，你有证据吗？我看见没有这个就是连证据都没有，一点人。这个的话对我来说无所谓，我只是提醒你，为你好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希望你们不要为难我，知不知道？把该给我的给了，我就回家了。不要，咱们也不在这里扯了。来，我们直播间6000多个家人们啊，昨天啊，在直播间帮我助阵的还差1000人啊，咱们是7000人，现在只有6000多人啊，还差1000人，咱们没有飞侠直播的，飞侠一波直播啊，咱们现在马上就到了啊，马上就到了，你们先去看一下啊，咱们一起去看一下老杨他是怎么个病倒的，怎么个躺那里的。反正我觉得肯定是装的，到时候是不是装的咱们一看就知道，就算不是装的那也跟咱们没关系，是因为他一直不给咱们一直拖拖拉拉才会导致这样子的，对不对家人们？你们觉得我说的对的扣比上打个对。直播间啊，昨天7000个人都给我助阵的啊，都可以给我助阵。他那个明明老人家老朱一都说了，是他自己老毛病，不是咱们这边引起的。咱们还有1分钟就到了啊，家人们啊，还有1分钟就到了。咱们到了之后，看嘛，你们看嘛。装也好啊，反正今天就是，不管他是装还是不装。该给我们的必须要给我们，对不对家人们？该给我们的必须要给我们，不管他是装还是不装。太无奈了，杨夫人。你也不用说那么多，我跟你说啊，老杨现在依旧这样了，我也没心思跟你再耗下去了，我也没精力跟你怎么整，你就依旧像我刚才说的，你把那欠条王正书你给我拿出来给我，你就回去，我老杨这我不追究你了，我领老杨看病去。哎，我问一下我直播间的人啊，直播间6000多个家人们啊，杨夫人说把剩下的欠条还给他，保证书还给他，剩下的钱一分不给我了啊，老杨这个事情就不找我追究，你们说行不行？我就为咱们直播间现在这6000多个家人们，我就问你们行不行，你们说行我就行，你们说不行我就不行，他真的是搞笑。行不行我听你们的家人们。太会解释了。不洗的话直播间打个不洗，来洗的话打个洗。来到了，现在我们到了。都不行是不是？对，不行，不能行。来，我们直播间6000多个家人们啊，马上就到了，咱们把网费点赞，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来。咱们6000多个家人们啊，把网费点点赞，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来。好，我们先下车。来，走吧。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把网费点点赞，然后公屏上帮我把那3个字打在公屏上，其他乱七八糟的是不要打。
直播间啊，6300多个家人们啊，帮我把这个点赞点到300万，然后直播间其他字你们就不要打就行了。反正集体是一定要给的，他说什么都没用，他毙了也没用，他干。